是人能玩的游戏吗？我的世界原本是一款非常休闲类的游戏，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有个极其离谱的整合包。在游戏里面一般晚上会生成僵尸来攻击玩家，不过僵尸并不强，就算是萌新也应付得过来。但是加了这个整合包后，你晚上就要面对成千上万的僵尸，并且他们会破坏方块以及使用末影中枢瞬移来对你赶尽杀绝。我自己就玩了一天就已经死了55次，而且你生存的天数越多，怪物就越强，怪物的种类也就越多，亡灵神物、突变神物、巨人，还有各种非常强大的 boss， 直到最后的凋零风暴。那这个整合包到底怎么样？今晚6点我们直播间见。抖音。